文着装很显年纪，为什么那么穿？啊，去年是这样的，我就直接穿着我平常 battle 的衣服就来了，这是我 battle 穿衣服的风格。还有就是 popping 嘛，很多时候都爱穿西装嘛，所以说我才会穿那么穿。其实很多导演老师啊，包括选管老师都跟我说，你稍微换正常的衣服，不要老穿你比赛的衣服。但当时呢，我比较梗嘛，我就没事儿，我穿着比就行，没办法。所以说，对不起，我今年我都挺，必须挺啊！大家都说，对，今年比去年帅多了。你到底多大？我今年19岁，今年19。海选去年选了黄子韬，今年为什么选韩庚队长的接档？因为去年我看完节目过后，我觉得韩庚老师是特别能了解舞者艰辛的那么一位导师，而且我觉得他性格跟我很合，我想要为他战斗，所以说我选了他。